公鸡型的捧哏。那你跟着我，你能挣一分吗？我跟人家都挣1850。你就凭这个，再多五十捧屁用，多五十块钱买来拖鞋，搁冰箱里冻硬了，能抽你们家一家子。多五十捧个屁用！明天办一张脚头卡，能给你剃个秃。多五十块钱捧个屁用，买耗子药能要钱回家。